细看它有一块一斤黑黑的地方，可能是之前摔到还是怎样，好像有点亮起来，可以着装哎，不会觉得热。摩擦半天，一直都没有。
别人就觉得这个人在干嘛。我现在里面没有票。我一抽出来，里面有上次的票的。没有吧？我觉得这是秀给人看的。对，我觉得我是秀给人看的款式，这个方面。快到了吗？还没有嘞。我平常是走左边下面那条线。
你刚有看到那个缆车有没有开吗？哪一个？那个。看不到，但是很雾，那边超级雾。因为网页上写这个也没开，还是怎样？我都觉得奇怪。哎，你热身够了没啊？好雪纷纷纷，你不觉得它粉粉又带点硬硬的吗？你会觉得吗？哈，
我要去检查一下我的鞋子。应该不是说硬硬的，应该说好像有很多人滑过了。哎，缆车站该不会左边那一个吧？是哎、欸。嗯。缆车站在那里。都没有松啊。好一点。有吗？有好一点吗？有，你那个好像根本没扣紧、欸。这个也少扣一个。好了吗？还没。还有另外一只脚。对。这个可能松掉了。你要记得你 每次扣到哪一格，然后之后都要扣到那一格才行。有时候不想扣那么紧呢。我看到他们在这样练习。用袋子拉小孩。嗯，你看一下那边。对呀、啊。小心。所以要去做这个缆车链这一道是不是？其实这没什么好练的。哦。不过戴梅华是说要做这个缆车。哦。跟他确认好了。等我一下。啊？我这个不是，我这又快掉了。我下去问一下。好、啊。你的有，我的看不出来，我的用手机看的知道，我都没听到声音啊，应该一直都有。我今天特别弄的不一样是把那个防震关掉，视野变得大一点点。哎呀，还在录吗？哎，右上角有那个。右上角又录到了、欸，录到什么？他觉得那个泡棉，他录得到、欸，怎么那么广角？很边呢、欸？对啊，我都觉得不大可能。我昨天其实那个防震有开的时候，他就是抖动的时候偶尔会录到。你要不要把那个 GPS 那个关掉？你这样会耗电。不会，那个整天都够用。如果我不做别的事的话。
觉得这边没什么好滑的。真的哦。对啊。热身没？我。但我有点刹不了车的感觉。没有，这边就是凹凸不平，我觉得不适合练习。哦。所以你才会觉得有点刹不了车。我在怀疑那个山顶到底有没有开、因为刚也有人突然在我面前转弯，吓我一跳，然后你就怎么了？我就差点撞到他，然后我就咦，然后他就啊，旁边那山咦，我就咦咦，紧急之下叫一声。嗯，好了，趁坐缆车的时候看能不能看到那边，觉得有点难度，太雾看不到。我看到有个东西，那是悬挂在半空中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哦，脚麻嘞，弄太紧了吗？我觉得物理治疗啊，我现在真的脚挂着板子不会不舒服了，好很多。我觉得整住我的膝盖好，最后的加强痛的要死的，太有用。忘了放线。现在是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还好。现在是肌肉酸痛而已。我就想说回去乐谷，要不要请他帮我看一下？那边是山上啊，热谷，热谷，热谷，看不到东西。我说还要不要用摸的，看会不会也有，之后也会粘连或什么的，因为不然我热谷真的。只要看不到人滑下来，就是没开吧。就跟你讲，是不是车都没挂上去啊？有可能哦。那这样就今天不会开哦，可惜哦。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路线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滑那个长得要命的红线，也可以。那个没有最喜欢。那个没办法滑很多次，倒是真的。我觉得很像是车没挂、欸，因为我没看到车子。然后我看到有挂的是左边，那昨天就有挂了。那昨天就黑，你刚刚那图说黑色。面罩好黑。这个不好玩。好啊。但是在转，会不会在转上没开呢？我看到的是人，不是椅子啊。万一没开，不要怪我。要爬回来。这里好厚。有点累。排队就知道啦，因为我刚看每一节都有人在做，有人下来了啦，出来啦，耶，下去喽，急得很，他急得很，我先走了，大家都很期待他开，大家都冲过来了。
Just start. Just start. 今スタート。あ、今スタート。Just start. Yeah.
帽子怎么会是黑色的？帽子，那是谁？哼，对啊，那才比较不会冷。不会冷哦。装备很重要。现在下面这样白白一片是什么都看不到。不会拉上去，好，太高了。其实你帽子拉上去，你就不会冷了啦。对啊。不会，干嘛拉成这样？我刚拉错，我有拉的错。那你要不要重拉？没关系啊，这样也 OK 啊。没有啊，不是前面，应该是出发站。那我插两个车就到了，我就停下来。完全白白的，我都看不到哎。
新人把它搬走了吗？霍莫比我们多一趟了。我刚刚摔倒了，我那应该是松雪吧。我转不了板子，然后我就摔的是脚朝天，就转不了板子，然后就倒了。怎么了？觉得怎样？哦，什么？觉得自己练的觉得怎样？那你在我后面看一下，还是你在我下面看一下？我昨晚上有看到，没有，好像就只是有跑，没有在。有啊。没有在练习啊。我就是想说，不要。给你功课好不好？嗯。你还想着？没有，就是直的多一点，然后要踩好啊，就这样啊。想要弯腰，好，你不要弯腰，但是手往前一点，手往前一点，你一开始直的下去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你也知道怎么转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尽量手看有没有维持在这个方向，然后因为你中脚踩，最后会骂到停下。嗯。你就这样停下。然后。为什么要停下来？因为你要感受到重心的那个。哦，不要停下来的话，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下个弯你会急的走。我没有，我已经有直的滑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还是要扭的。真的直的滑的话会很远。我在管手，没力了。
脱不掉，脱不掉，好累啊。拍拍吗？帮我拍拍，我刚刚又摔倒了。不知道，没有，就是走，推推撸撸撸，然后撸一撸，不知道怎么卡到，我就摔倒了。应该是往一边倒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后来不敢很小的左右趴，我都要大的左右趴。那这样子万一出水的话，救得回来。我后来是这样。就是。跟我上次差不多。这边，帮我拍一拍。因为我又摔倒了，我可能是。没有，身上都没有啊。会吗？没有。只有左边屁股，我来一下。我来一下。只有屁股这边啊。没了。哦，这边帮我关。啊，算了。